名医在线，为你健康所想。氨酚帕马秀片有副作用吗？刘冠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氨酚帕马秀片是复方制剂，组成成分包括对乙酰氨基酚和帕马秀两种。对乙酰氨基酚通过提高痛欲而产生镇痛作用，帕马秀通过利尿作用缓解水潴留导致的水肿肿胀，两者合用可以暂时性的缓解经前期及月经期的腹痛、头痛、水肿、肿胀等经前期综合征的不适症状。服用氨酚帕马秀片的女性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嗜睡、头晕、腹泻、腹痛、无力、月经提前等，少数病例可发生过敏性皮炎，可能会出现皮疹、皮肤瘙痒等等。少数女性还可能出现白细胞减少、转氨酶的升高。对乙酰氨基酚在临床使用中偶尔可以引起恶心、呕吐、出汗、腹痛、皮肤苍白等，少数病例可发生过敏性皮炎、地细胞缺乏、血小板减少、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贫血、肝肾功能损伤等等，很少引起胃肠道的出血。由于每个病人的情况和对药品的敏感程度有所不同，导致药物的使用会存在着个体差异，但依照药品说明书正确合理的使用还是很安全的。专家提示，氨酚帕马秀片有副作用，由于每个病人的情况和对药品的敏感程度有所不同而存在着个体差异，但只要依照药品说明书正确合理的使用，该药物还是很安全。